欢迎来到喵你妹的天特别栏目之披荆斩棘 Last Day Day Rolling Zero Day 二号宿舍的最后一夜。你要吃吗？威廉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想我试过威廉什么东西啊，我码一下。最开始威廉有推荐给我一个爱豆水，然后我那会儿特胖嘛，威廉就给我每天早上给我带一个绿茶，然后有绿茶里面放柠檬水，然后这样就可以消肿了。他们好像说 K-pop 的爱豆都这样，绿茶配柠檬，柠檬主要是维他命 C 啊，就抗氧化嘛，就绿茶之类的，然后可以排水那样。对，然后后来威廉又来节目又带了那个太阳饼。但是我那会儿正值我减肥的高峰期，就不敢吃。但是自从吃了一块之后，反正现在一盒也没了。不吃饭，今天回来吃太阳饼。后来他又带了那个虾片，也很好吃。你后来每一餐都点健康餐吗？差不多，五米炒饭。我来怎么吃的前两顿是正常的炒菜，后来发现越来越多人不好吃饭，然后我也被导演说胖，然后我大概从第四天开始吧，就开始吃那些玩意儿，就什么五米炒饭呀。难吃的沙拉，冷冻虾仁和那个合成牛肉的沙拉。跟一人说一个寝室的整改意见吧。整改意见？什么？你们对这个寝室很满意吗？他从那个浴室间里出来都是秋衣秋裤，穿戴整齐。不然呢？裹到那个脚踝。那不然呢？裹到脚踝？就是他是穿长裤，就是长的，因为我怕冷，真怕冷。哦，对，我本来觉得你们也都很怕冷，海乔是说他怕冷的。嗯。哦，你们俩都怕冷。是吗？我怕热。所以我无数次半夜起来然后偷偷去开冷气，因为我觉得说实在是太闷了，借我开一下，因为反正等一下会有人关。我还在想他俩应该有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情。是我拔一下你的麦。我没有，他没有脉搏。哎，你别动。哎，是这儿吗？这不是。你真的会拔麦吗？不会。要不然我看一下，要不然就说被您发现了。你们俩都没有吗？我们俩都没有脉搏。你不会把脉吧？太恐怖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吧。我自己好像也没有。你这，我们来这个节目之前，导演组有给我们提过填过那个调查问卷，就是说你愿意当队长吗？你们俩怎么填的？我可能写的是说哦，如果需要的话，差不多，这些比较像你的风格。我写的是。就是平时不是一个领导型的人，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交给我呢，我也会尽力完成。我觉得他的精神是比咱们俩更像有甲亢的那种人。对，就感觉精力很旺盛。对，对，就很恐怖。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如果当队长的话，我也是需要一些功能性很强的一些人。能说一些真的不能播的吗？就是在节目真的不能播的。苏菲，就是他这个录的时候最夸张的是什么？那你从选歌环节，大家每次都拿到不是自己想演的歌，那就从开始。不是，我但那这个还好，这个是所有的这种竞技比赛里面选歌一定有，有些人就爱看竞技的，对、啊。对，就是他就想看你选到跟你，比方说我，比方我唱跳的，他今天就让就是想看苏菲挑那首纯大风口的，比今天那个河流、还要大风口的歌，就想看你怎么去演。你演的不好垮掉，那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它竞技啊。但是这个正东西就是，但当然有，但当然有一种竞技是什么呢？就大多同类型 PK， 它就很公平。对，就比如说情歌就是情歌 PK， 唱跳就唱跳 PK， 唱演就唱演 PK。它这样子吧，它很直观，可以看到两个舞台的这个，就看谁出错，看谁跑音，看谁破音。对，跳舞的话就看谁跳错。对啊，唱演要去看跑，谁不要出戏。对，在标准不一样的时候，就你要你就没法评判别人。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像唱演的舞台跟唱跳的舞台，它就没办法评比，因为唱演的舞台它是非常装饰完美的，你唱跳就是一个声光电。那在表演的时候吧，如果说这节目唱演没有后期那个渲染，其实现场也是看不到，看不出来你太多，因为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一直这么抬头看那个屏幕的，因为我还想我来现场是想看现场的，对吧？是想感受现场。所以说你这种，如果是在别节目没有这种后期渲染的话，其实唱演跟现场互动高的歌，它肯定是吃亏的。按道理来说，是，而且这因为兴奋度不一样嘛。对，对，刚刚今天是大结束是吧？结束了，我刚结束的时候，很多那些 PD 妹妹就在合照的时候，我们也合照了。对，我们也有。就今天是最后一次备采，那我们总决赛干啥呀？昨天就纯表演。今天说准备干嘛？直播？对，不直播啊？我们这个，我问一下啊。我最喜欢的网友的评论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
怎么说呢？哎，从哪拿回来的这个？今天从那发的，发的，发的呀！啊，我们没有。哎，怎么说？大家对这个的评价，你们接受吗？我必须说，这个帽子真的太痛了。这个帽子真的很很紧，大家觉得说太痛了，是说很丑或者什么？先撇开很丑，真的好痛。我也撇开很丑起来。你真的是我很少见这么不适合戴重帽子的人，是不是？超级不适合。对，你这刘海是怎么回事啊？阿雅吗？狗啃，狗啃牛海。我告诉你，这哇塞，你 get 到了红豆。对，碧花小姐，我告诉你，这就是李如熙，他们很得意的在讲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东西。对，我们吐槽也吐槽的差不多了。嗯，然后这么快吗？感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吐槽。夸一个吗？我们再夸一个。啊，好，我们要多夸。我们夸一个人，夸一个，就多了也夸不出来了。我夸一个，就夸节目，就是有一些秀的创意还是蛮好。嗯，像国王乞丐啊，嗯，像那个像负重是万金啊，嗯，包括像这次的那个守候的那个、嗯、守候很好，我觉得他的创意很大胆，且他利用了可以利用的任何的东西，让我们的表演变得更有效。但是虽然很复杂的装置，但是却非常的直观而且不费解。对，一看所有人都一看就能看懂。对，特别是小九从那个亮哥身上起来，对，就灵魂出窍，太厉害了！这个确实傻眼，确实，这个厉害，确实，嗯，对，夸的，我夸完了，嗯，就这样。对，夸不出一个都夸不出来吗？硬夸一个吧。夸呀，怎么夸不出来？嗯，我们节目里的声音很好听。修音啊！实话，这个节目是真的是对于录制节目来说是有达到了90%的真实度。唱的有多烂，你播的给我多烂。真的是90%，就我们唱特别唱跳最明显。对，气口啊什么，真的是，我说哎呀。就是我们有彩排的，能不能用点彩排好一点？也好，这实话说。然后呢，就是夸一个实话，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 PA 跟麦克风，调的非常是真，调的非常非常非常好。但是就是夏天，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没有开门，一直在门口待着。石凯回来宿舍门为什么没开？就是单位松懈，不是90%真实，真人秀90%真实，上班了是吗？走了，睡觉了，晚安，晚安，不要凑热闹，明天很不想看你们这么开心，我还没想到夸，先夸我。我觉得还是老实讲，我觉得节目组还是把我们照顾的蛮好的，根本不可能饿到，对对对。然后你需要咖啡，需要任何东西，然后你有任何甚至练习的时候有什么需求，你要做宿舍这些，我觉得有其实已经很好了，对，比我想象中好。对啊，所以还是很谢谢节目组，而且我觉得很说老实话，我们当然会有这些小小的吐槽、小小的抱怨，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对，顶尖了。像如果今天不是芒果的节目组在做，我们可能要花3天才能录完一期，因为那个很复杂，对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这个 top 节目组。很幸运，虽然我们大家一起披荆斩棘，因为节目组也披荆斩棘，因为我们很累，但是他们比我们更累，他们也熬夜，他们没有在睡觉，真的没有在睡觉，可能就感谢他们，感谢他们把我们聚在一块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首要的，就是一堆不认识的人，几乎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们没见过的人，对，没见过，然后凑到一块儿，我就讲很像那个大观园里，就是刘老师，不是，就是大家聚在一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些什么缘分的东西，就是导致我们会在这个时空相遇，对，就是。我喜欢这个说法。你今天讲的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是偶然，但也是必然，我觉得蛮喜欢的。对，就是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我们好有缘分，老是好有缘，好有缘。感觉是有就是我们好像很随机的碰到，但是这个有缘里面也包含着一种必然性，一种注定，就是因为是你啊，我们才叫有缘，才会产生这样的反应，不然我们可能也不会说我们好有缘，我们可能说可能这个人好烦，就自然不对吧？我喜欢你的这个说法，所以就是感谢这个披荆斩棘，我们聚到一块儿了，然后那个谁，我昨天忘了谁跟我说，就是人和人的2个月不联系，可能就以后就会联系的少。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也并不会每个人都有那么多联系，但是还是尽量
希望就是就是这些朋友们咱们会多碰到各种商演的各种活或者是各种生活方面。你的支支吾吾让我非常的喜欢。对对，是因为你也不确定。因为海潮我们还算住的比较近，你也主要是对比较远。对，你们还好呢，这样互动到处跑。对，再看演唱会在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目。音乐节，对啊，你也忙演唱会。对，好吧，鬼日子结束了，我很想念他。鬼日子结束，很想念他。想念这个2024年，是2024，2024年夏天，这个夏天，这好几个月吧。哎，你们突然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一个画面，如果是2027年，然后我们就听了说2024年这个夏天，就已经是非常过去的过去式了。一辈子没有几个夏天，活蹦乱跳的夏天很少的，活蹦乱跳的真的少。对啊，没算是把这个完成了，二十宿舍。Yeah, 说不定合体了一次。Yeah, 鸟你妹的天，鸟你妹的天，谢谢。我们鸟你妹的天限定版，下次有缘再会。再相见。